吃热的时候，烟会让眼镜整个雾掉。常常打篮球的时候会碰掉，然后呢就看不到。地下室的空间因为它有潜在危险，所以如果有大人陪同的情况下，有老师陪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开放给小朋友下去打球。好，那体育老师他目前也正在规划说，把它放到课程里面。那如果在后面有时间的话，我们会把它规划到我们的活动里面。